之后，这样子是99块。哇！哎呦！哇！新鲜刚烫好的吧？新鲜的吗？鲜哦，很鲜哦。配点饭。哎，真的鲜。嗯。OK， 我今天特别把牛排约出来，你不知道吧？他知道。反正呢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吃的这个肉燥饭啊，听说很屌。牛排，你有听过肉燥饭里面加鹅啊，然后加鱼卵？如果打卡的话，听说只要99块钱。哦，啊，我是没有去吃过了，我就跟着卢哥。啊，重点是他今天有营业，我也不知道了。然后我就来了，他说10:30开始抽号码牌。哦，限量的，对对对，就听起来有点厉害啊！我们就直接去现场看一下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店。跟着卢哥有吃有喝，没有啦。好 ，OK OK， 那我们就出发啦，好不好？走。哎，走，是那边是不是？真的自由路，然后428巷5号。哦，哎呦，你有搜寻过哦？哎呦。Motel 啊，什么东西？干什么？哎哎，牛排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可以讲啦，秘密约会地点。怎么你要干嘛？牛排，哎，我可以当一天你吗？哦哇，那我要把牛小排带过来，你一定会后悔。我来喂他喝母奶吗？到底行不行？可以啦。前面，你要发现前面，对，好像是在往前一个。还是那个在排队的，快点。是吗？哎、欸，对，肉燥饭。哎、欸，对。哎，我们要吃的应该是这个吧？鲑鱼卵海鲜肉燥饭吧，对不对？每人限量一份，需打卡才有99。季节限定，一个人拿一张，不要了，好的。嗨，在拍我吗？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还帮我拿了，太棒了。他说的打卡是要拍那拍15，有没有可能是要拍15？哎，不知道，要问一下木木的。木鱼吗？我问一下，木鱼像神奇宝贝的木鱼，木鱼是木鱼。那进化变什么？木鱼吧。假的。那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拍照打卡是要拍食物吗？我们的店官拍食物，拍人像，都可以的。对，就是你要拍一张我们属于我们店内的照片。哦，坐在座位区自拍也可以的，那这样算吗？我们是拍，就是拍照片。你要自拍的话。也是可以啦，是不是？其实你会有一点尴尬。好啊，OK， 那我知道了。好，谢谢。他说我自拍很尴尬，他意思是我长得很丑。牛排，你敢相信这是肉燥饭吗？我觉得今天晚上会相当的嗨。看到他的那个什么晚上，等一下午觉的时候啦。哦，刚才在车上搜寻的 motel 是真的。这个肉燥饭我第一次看过，99而已。重点是，对你打卡之后，这样子是99块。哇！哎呦！这个是鹅啊嘛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鲑鱼卵、虾卵、虾卵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是这个大小非常明显，就跟你跟他之间的大小是一样的。我是这边的，我是这边的。哇，新鲜刚烫好的吧？新鲜的吗？很鲜哦，配点饭。哎，真的鲜。嗯，我觉得它肉燥饭调的咸度刚刚好，不会太油，不会太腻。对，哎，不管你是要配海鲜或是没有配都很好。对，哎，这个真的是我们单纯来尝鲜的，真的屌。一般的肉燥饭是吃起来有感觉有点油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配上这一些海鲜之后，哇，绝配！你看这个已经选择不讲话了，这个直接吃饱了。一个还在拍片，一个已经进入干饭状态。没有，我也必须吃饱。See what kind of lifeline will be waiting there.
干嘛？我们这个虾卵不要浪费，吃不够啊！哎，你这碗小心啊，我们两个虎视眈眈啊，知道吗？要一个架住你，一个两口就把它吃完。谢谢谢谢，老板。